我们高度赞赏普京总统的积极表态。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，中俄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。作为彼此最大邻国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，中俄关系始终建立在不结盟、不对抗、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基础上，目的是促进两国发展，造福两国人民。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，推进各领域合作，相互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，坚定支持对方发展振兴，始终坚持互为发展机遇，互为全球伙伴，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中俄贡献。